好的，兄弟们，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把武器。这把武器的话太好看了，这把武器太好看了，一个627的伤害，体魔双加68血无，当时给我连麦啊，说这把武器是无级别的时候，我他妈觉得血无他妈像鉴定啊愤怒帽子一样，他他妈在跟我开玩笑啊。这把武器属性高的像个假图，一个无级别限制伤害达到755 175就可以用啊，千伤无级别体魔双加的武器啊。这个是一个于总的第二个号，昨天于总已经展示了花果山的号，这是于总的第二个号。放下屠刀无级别18段，无级别光辉之甲17段，无级别打吸收啊88防，无级别极限项链啊，一个高龄的项链的话是235以上，比140的极限要高。这武器怎么少了3段啊？就这6×18乘以6 108，减去一个327，初灵219，容量21，240的极限灵力啊，超级极限。这号装备的话就上千万了啊，装备就已经上千万了。宝宝再看一下吗？竟然带龙族的出其不意虚弥龙游，我估计我放生的话，于总应该不会生气。定台妙题归宿啊，这号建的时间比较晚，还没有足够的神马啊和力劈定台妙题入场，关键是就看这把武器就行了啊。灵士的话就不给大家展示了，灵士是一个法器的灵魂，就这么说吧。69级带了4个80级灵士，好吧。